到底有些什么大机缘之宝，凭什么是你得到？哼，都说了是大机缘，自然是凭天意啊。至于是什么之宝，凭什么告诉你？就凭你声音大，就凭你脾气差，就凭你刚才偷袭不成，被我打残了。我当初那一击就该打死你。哦，之前暗中出手将我打落黄金树下的人。 果然是你！你盯着我看干什么？都是他要害石浩的，我也是被他怂恿的。原来你们回去不是救人，而是暗算。卓云召集，你们怎会如此？ 打算怎么向人家赎罪？师兄，没想到他们会做出如此令人蒙羞之事，我愿替他们接受惩罚，补偿师兄。少来，用不着你在这儿装老大卖人情，我也不会像一个下界罪邪，卑躬屈膝。来，你我来正面决斗一场，了断此事。可不要后悔。 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，上界的尊严，我要替大家拿回来。卓云，你疯了！放开！今日，挡我者死！哼，看来你是打算死而无憾了。要死的是你！ 心里真正的奥义，好像事关生死之方，正好是什么？都是你害的！年轻人，不要太气盛。 轮回之力，哼，可惜你只是一个下界贱民，根本无法威胁我。身体技能变老，我的法力也跟着变弱了。原来如此，还可以这样使用，的确可以称之为轮回。催动一次很难吧？这次没机会了。哼，还是太气盛了。这次让我年轻一点。 随着年龄变小，修为也仿佛回到了当年尚未突破之时。原来这轮回之力，可以按心意随意让人变得苍老或者稚嫩。好了，该到此为止了。你在戏耍我吗？ 根本不是石浩的对手，看不出人家手下留情了吗？是啊，你处处护着他，眼里都是他。你是不是喜欢这个下界罪邪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石浩为人仗义，不计前嫌，屡次对我们出手相助，他比我们这些人不知道强上多少，也根本不需要我护着。哼，看看，眼里嘴里都离不开他的好。 而我呢，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，对不对？卓云，你冷静一点。眼下形势紧急，外面那些尊者马上就会追过来，你能不能顾全大局，不要再任性了？我任性？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。卓云，你滚！火皇。 他刚刚费尽心思救你，你却如此对他。哼，将死之人尚在喋喋不休，去黄泉再接着吵闹吧。哼，看样子今日在劫难逃了。你不是说我任性吗？ 今日就任性给你看，他能救你们。
我也可以。是出自太古宝界的尊者又如何？受死！死的只会是你。